来，暴龙仔仔，每当蛋子更新的时候，我又回来了。他每次一个大改版都会新增一些新的时装，大家就又回国了哦。目前的热门手游就是这样。哦，周期也可以说是红到家哎，但是上线蛮多人玩的哦，但就看命运的决定吧。我觉得有点腻耶，我想要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现在觉得超级惊吓盒比较好玩。哎，你没有选到啦，是不是搞可惜啊？一开始蛮像那种跳伞的哦，跳伞游戏。哎，我可以丢五个哎，然后这个可以丢五个。欸，可是爆炸就是可以防止自己被近战攻击啊！他拿我的球丢我！欸，所以我炸弹的时候，他其实不敢靠近我，对不对？我玩一回合就好了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影片拖太久也没意思，我们就玩一回合就好。小月饼。哎、欸，我要笑死了！哎、欸，我没死。